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的俊达，远从花莲来吗？花莲同乡，同乡，花莲哪里？我在住吉安，我们两个没有来。哎呀，吉安，哎，在台上热情起来了。yeah. 好，那我现在一边在念书，一边也在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工作。然后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就是我们一个反核团体。然后大家，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活动是我们的，候就不多介绍。然后，鲍牧师要讲为什么自己要反核吗？那其实。我会觉得核电它其实就是一个把全民的身家财产跟整座岛屿的生态环境当做赌注的一个，当做赌本的一个赌博。那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事，可是一旦赔，可是其实是大家的，不管是人或者是这块岛屿上的其他生命跟生态，其实都是一块都起了了。那可是永远得利的都只是那些少数的核工业，然后一些财团，那整个。所谓人民的声音，或是在土地上其他不同的声音，其实都没有，都不会被看见。那所以说，我决定就投入一个反核的运动。这样好，那话不多说，那我们要介绍下一个乐团，那个乐团是叫 The Tic Tac Tic Tac Tic Tac。不好意思，好，我们是 The Tic Tac， 那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那我们有准备一首歌，刚好是可以在这个时候。那有一个理论，或是应该说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大象的故事，是关于房间里的大象故事。可能在这边已经有蛮多人都知道这一件事情。那总而言之，在房间里的大象，它主要是影射很多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我们不敢去面对，然后我们不敢去提起。一些我们觉得在道德上可能不好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越不提起的话，它反而会形成，或者是它会变成一个更巨大的事情。比如说像纳粹，如果大到像纳粹这样的事情，那小到可能比如说像性工作者，或者是我们最近比较关心就是多元成家这样的问题。那总而言之，我们会觉得说，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我们要多去讨论它，我们才可以。找到属于我们比较适合或者是比较好的方向，谢谢你。
群河。却拥抱了沉默，接下来这首歌是 Nashville。是几点，在房间的人尝试告诉你他们的谎言，你必须小心，也许有些错误将会被发现，
上蓝色的铁轨，味道不是叫做家的地点，你在八仙到不了起点，也回不了终点。为我待在哪个城堡都有的房间，直到他们愿意原谅相信你说的一切。是比较内向乐团，然后我们很多话就是都在歌里面，想要跟大家说的话都在歌里面，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太习惯是说在歌跟歌中间讲太多的话这样子。但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想法，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处理的事情都是只有一跟二或者零跟一这样的选择，但是应该说我们是做音乐的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对社会的议题，或者是对一些政治的议题，或者是对一些政策，尤其是政策上议题有太多了解。毕竟我们是做音乐的人，我们的专业可能就是音乐，那我们最了解是音乐。但是从做音乐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每一首歌它可能都有100种可以编排的方式，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绝对不会是只有一种处理方式，它应该是要提出更多的可能，它可能可以有100种方式。当我们的社会如果习惯讨论所有的议题或讨论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们先来想想有没有100种可能，我们再来选最好的一种，而不是只是一跟二的选择而已。那我相信这样子，如果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的话，那也许就可以改变这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是 Amber Spark， 就是指非常微弱的光芒。那我们觉得我们之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微弱的光芒，但你们也是。Thank you.
现在是我们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这首歌我们都叫它在两栖类之前，因为它是讲说一个人变成一条鱼的故事。那里面有很多我很想要讲的话都在里面，那这是最后一首歌。那就很应该说不能说很开心，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感觉。总之如果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应该是蛮有力量的一件事情。穿过四季，双脚无法站立，每个组织的记忆，我在这看着我自己。原来我只是楼梯上的跳鱼，我快要窒息，证明我的空气，人们为我哭泣。给我两名，他们发卖我的过去，他们都说我的伤心。原来我只是落地上的跳鱼，我快要窒息，我无法量力。 I will try, I will die, I will go思绪倒在你的怀里，望着你的眼眶里流不出的泪滴。原来我只是楼梯上的跳鱼，我明白你的伤心，如果可以，我选择大哭喘息。